好大一锅。100一斤这个价钱在南京算便宜还算贵？一不算贵，一不算便宜了。就是正常价。对，正常价，我们这值这个钱的嘛。哦，是。他没有任何添加任何东西。没有添加任何东西。对，正常饲料。哦，这锅有多少斤呢？100斤。哇，那这一锅就能卖10000块钱？是这样吧？哈喽，好，我们今天是来到了南京啊。听朋友讲说这边有一家大肠头，我现在是在什么路，这个是新民路啊，前面有一家大肠头，就是做卤大肠的，我们今天去看一下。哇，这汤还要打出来的，这汤为什么还要打出来的呢？我现在在膨胀，把等一会就收掉了。哦，在膨胀，不打出来这个有可能就冒出来了。对了，哇，100一斤，这一锅是100斤，超大一锅。哦，这粗一点的就是大肠头吗？这不是大肠头，这还不是啊？对，大肠头刚才来了。哦，这个叫大肠头。这个叫大肠头。对。哦，这粗的就是大的，粗大猪。哦哦，这是大肠。这是大猪的大肠，这是这个大肠头。对了。哈哈，哇。走吧。哦，这个叫大肠头。有些地方大肠头跟其他卖的不一样，价大肠贵点。大肠头比大肠贵。比大肠贵。对，我们家都一样。你们家都一样，全部都是100一斤。对。好。哇。还有来回翻吗？不用吧。翻。要翻。不翻的话，定的比较糊的。哦，下边还糊底。对。老汤，你看里边的黑色的是桂皮啊，对，桂皮大料，里边应该还有大料包啊。有的不啊，这个诱人不诱人？大肠，大肠头。你像你这个这大肠，它新鲜大肠跟冻大肠，肉眼能看出来吗？冻大肠里没有这么光泽，没有这个肠子里是不是亮亮的？没有光泽是吧？对，你冻的那个拿出来揪揪的，没有光泽。哦。冻了，拿吃到嘴里的也不好吃的，口感也不一样。绝对不一样，绝对不一样。现在吃的东西不要骗人，骗人没用。是，而且他家你看还是特别干净的。对，骗人骗自己。是，烧的是天然气。这一锅要煮多久才好？要一个多小时。一个多小时。一个多小时。行，那我去转一圈，我待一个多小时，我过来再来尝一尝。等下来切点什么？这个是不是热的会更好吃？对，我等下来切点。刚出锅的好吃。出锅里得冷掉了，回家用青椒一炒，炒辣辣的好吃。哦，炒辣椒也好吃。对，炒大蒜，炒辣椒，炒臭豆腐。啊，行，我们等一会儿再过来啊。我们那几天一休息，转眼之间快一个小时了啊！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出过锅。哦，那已经出过锅了都啊！我们看一下。哦，这是从这锅出到这锅里。哇，这是大料包里边还有。对对对，这个就是我们料的这个。哦，这里边黑的是桂皮之类的。对，黑的是桂皮。哦，这已经。这个就是我们家独家配方。独家配方大料包，嗯，是。嗯，就是这个味。哇，这个颜色漂亮，看这还有一锅，哇，大肠头，诱人呐，这个看着就流口水的。你们现在一天卤几锅？现在应该正常的3-4锅吧。3-4锅。对。嗯。好厉害了。哦。这是老汤吗？老汤。哦。老卤呗。老卤。对。我们家这个味道是纯正的这个。中草药。中草药。大料包。大肠全是弄现金调味，这个味道往常人哪吃？哦。那这大肠也都是新鲜的那种大肠，都是一里面杀的猪肠子。哦，就刚现杀的猪。对对，下了下就肚子里下了，就拿过来，就过完就洗。哦哦。洗过了就煮煮。洗过就是煮新鲜的。对，我们家从来不买冻的。哇，冻不好吃的。冻过不好吃，经常吃的应该能吃出来那种。小孩都能吃。小孩都能吃出来。现在小孩吃一个都能吃。啊，不能大人。啊，这都是刚出锅的。这个颜色是真的漂亮，哦，一小盒，
哎，好的。有大长头吗？有大长头。本来一点点大长头。长头已经不给人家定住了。全有人定住了啊？对。哦，那遗憾了，那就随便来的吧。几个人啊？我一个人。哦，一个人。一个人，不要太多，哎呀啊！现在是100一斤是吧？嗯。你看这边后面有好多人在排队的。那老店。嗯，老店啊。哎，满就40年了。40年了。哎啊！你看我小姑娘做大厂的，现在全国太火。从小姑娘做，哎，你今年有多大，大姐？50斤的。50斤。哎，现在小姑娘做大厂的，你看看。哦。多少钱呢？行，那200块钱的，分两个装。直接吃。我直接带酒店吃。一盒装100。这旁边可以有卖烧饼之类的吗？有。也有啊。前面，行。行，谢谢啊，我买点烧饼配着吃。哇，这个烧饼。这种是小烧饼吗？那怎么能给我拿两个吗？可以，我配着热，哎，不吃了。这种饼是甜的吗？甜的就不好吃了。来两个，多少钱？1.5一个啊，刚好旁边就有卖的。我们本来是我想拿到酒店的，就是想离酒店还有几百米啊，没必要，直接就在这路边找个地方。趁热啊，配着个小烧饼啊，小饼。我觉得这种，哇，这好多的小芝麻啊，这种饼其实，哇塞，哎呦，不行，这种饼弄不开，酥的那种，那种老婆饼一样啊，不是我们老家那种烧饼，哦。往哪一点？我拿筷子。看，100一斤啊，这个是45块多。不过这个真的，我想要点大长头啊。我之前是在揭阳那边吃过一次，那个确实是好吃啊，大肠茶、大肠头之类的。但是哎呀，没办法，这怎么办？直接用手吧，我到时候直接回酒店去洗啊。哇，这个油，我还冒着油呢。刚刚出锅的，就是这个味，哇，香！大肠头啊，它里边是带的，是吃起来会更厚重一点的。再来一口这个，再来个烧饼。我刚买过，后边有两个大哥是，一个人要了200块钱吧，分开装100一盒。这种饼是很干的，跟那种油酥饼一样啊，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，有大肠。老卤，这个真的贵。刚才讲说这个凉了之后还可以用辣椒爆炒一下，原味卤的也好吃，加上辣椒爆炒就做成川味的更过瘾。大肠。行，我们今天那个视频就拍到这儿啊。南京，那叫什么路？刚才我视频前面应该讲了，新米路啊，大肠头。好，再见。